个美妙的音符，乘着五线谱，悠扬在静夜的星空。星空是我们的乐谱，星星是我们的音符，让我们共同谱出星空中最动人的那曲。静夜星空之我们的天空。这里是高雄广播电台 AM 1089。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高雄中学大众传播社所为您精心制播的《今夜星空之我们的天空》。大家好，我是 DJ 淡蓝。大家好，我是 DJ 宝泰。然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又讲。刚刚想说什么，你都不讲话。好，然后今天就是主要就是要讲校庆的事情，虽然已经是上礼拜五六的事了，不过想起来也还蛮刺激的。反正就是忙到，对啊，整个就很忙啦。其实说忙，大概就是那些准备摊位的人比较忙一点，在那里叫卖，来买饼干，来买咖啡冻之类的。对啊，那像又加上你们班有摆摊的话，你应该知道这种感觉。哦，对，就是。因为我自己是负责，就是做一些什么招牌啊那些什么。哦。对啊，就。对。这种要沉闷。就今天准备很累。然后对，像我们班的话，就是每个人都拼命在那边做饼干，然后就是前一天还忙到，还有人忙到几乎都没睡，然后就其实就有点夸张了。对。对对对，我还有去你们班买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啊，你不知道比较好。我都在后面，对。因为接待我的店员不是你。对啊。所以说我买的东西，就是十块钱一杯的红茶而已啊。好，没什么东西。我们是卖十五块，你认为？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哦，对不起，十五块钱。反正你们还有那个表演呢、啊，你们不止十五块钱的红茶，还有各种饼干， 还有，你们班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大传的大本营了嘛。你们全班一起表演，基本上就是整个社团一起去表演了。这件事其实有点尴尬，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就还蛮空白，没有生意，然后结果就大家就决定，就因为刚好有音箱，然后就接手机，然后就在那边跳舞这样，其实还蛮尴尬的。可是我觉得这样都很有创意啊，招揽生意，来买饼干。而且大家都在那边看，其实还蛮开心的。对，就是那时候就是旁边围了超多人。真的。然后后来就一直加码，就是到后来我也没有下去跳了，然后就反正就一直加码，然后就跳得很爽这样。对对对，这也是招揽生意的一种方式啦。对，好。因为你们班的饼干超好吃的。真的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同学的家长就是有学过的样子，然后他就亲自教我们，然后还在那边陪我们做，就那几天都他要陪我们做，然后就做出来的东西就还不错这样。真的，真的很好吃，我买了三四包，哇，你人真好，就还送给同学，就我同学也说很好吃，现在听得很爽。那你们班是卖什么？我们班就是卖一些就是基本的啊，什么饮料那些的嘛，红茶、绿茶、可乐、雪碧那些，然后还有红茶拿铁，其实这样就是鲜奶茶吗？对，那跟我们一样。然后就。还有一些面包啊，哦对，还有吐司，合理吐司跟那什么沙沙的吐司，然后大家原本以为是卖不出去的，就没想到，就还蛮生气的，就是有卖完。卖完也太温馨了吧？我们卖完的时候都高兴到欢呼哎，就是整个摊位就很爽，因为饼干真的做很久，对，好，年游会对。像我们班就比较凄凉一点，我们班做的咖啡冻。到了大概一点半要收摊的时候，大概还留了十五份没有收完吧。后来就是有一大堆同学就把它拿去卖，来哟，本来是15块钱一个，5块钱一份，然后10分钟以后4块钱一份，4块钱，再过了5分钟3块钱，再过3分钟2块钱，到最后就是干脆全部送人了。后来我们老师看到就见义勇为说，哎，算了啦，你们那么辛苦，我15块钱全包了。可是15块听起来不贵啊，为什么会卖不出去？我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，大家不喜欢吃咖啡冻吧，大家都去买冰淇淋啊、红茶或者是一些热东西，咖啡冻太冷，而且不太解渴，所以就圆游会那天真的太热了，连我都只买了一份咖啡冻而已。
真的就是后来会发现那些饮料就是感觉成本很低，而且大家不太会买，可是其实到那时候就是大家其实价格也可以随便乱定，然后大家就会买这样。对对对，你就看到别班价格明就比你高，然后那个还算蛮特别的一个节目吧，就是一个创意进场的活动这样。嗯，对对对，那个创意进场真的非常好玩，每一班的人都有不一样的主意吧。对，然后就是其实主要就是打扮自己，就很类似化妆游行的一个桥段。对，像我们班那个。我们班的创意进场其实还蛮没有意思的，我们就弄了一个赛德克巴莱的、oh. 然后每个人呢，因为我们找不到那个原住民的服装啊，所以我们就拿垃圾袋来代替，然后每个人在垃圾袋穿三个洞，让头手可以穿过去，然后每个人在纸上用那个厚纸板去做那个刀的形状，然后走到校长面前的时候大出场。听起来就是哎，对，我有印象，就是有印象，还蛮就是 shock 的，因为还蛮感谢那时候我们就是快要进，就是快要轮到我们班，所以就是远远这样看到，就是还蛮有印象。你肯记得，那太棒了，谢谢。那又加你们班是？我们班是，其实我们班真正就是有变装的只有两个，就是铁达尼号。哦，对，所以都两个人变装，好羡慕。我们就，嗯，而且他们就是准备道具，真的。就是其实准备道具真的不是很多，可是道具真的不好做，因为我们要做一艘船。然后后来就是我跟其他几个同学，就五六个吧，然后前一天开始赶道具，就前一天也开始赶道具，就觉得很刺激。前一天也太夸张了，你们班。像我们班的话，其实主题我们班的主题大家应该看不太出来，就是。我们本来是想要做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的一个意境、哦、然后就有兔子拿时钟，然后还有爱丽丝就是女，那叫什么，男扮女装，然后就穿礼服这样，然后就还有很多扑克牌士兵之类的，然后对啊，我觉得那个是爱丽丝梦游仙境哦，对嘛，就说大家看不太出来、嗯、没有看出来，扑克牌士兵，扑克牌比较明显一点点。 对， 对，我竟然忘记了礼服哦，对啊，很多礼服，就因为故意选的都可以男扮女装的故事这样。哦，你那样我想起了，还有那个演猫的人嘛？哦，对，还有一只猫。对对对对，那个猫在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里面也是很重要的啊、哦。对啊，然后就是除了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，其实还会隐藏，就是那叫什么《绿野仙踪》，因为。就是想要做一些角色，然后就选什么陶乐斯，然后狮子、铁樵夫跟稻草人。你们真棒！可是其实看不太出来，因为就是绿野仙踪不是陶乐斯应该要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妇女，对。可是我们陶乐斯其实扮得很妖艳，就是大船的总务善存。嗯，没有关系啦，就化妆吗？没有，可是他就是一身黑色的，一个接近马甲的那个，对。反正就我们班就喜欢玩这种，对。他看起来很像，就是要参加 party 的。真的，他其实超适合那件衣服，他很夸张。好，我们可以这样讲他。我、哦、真的超可惜的，那时候我在准备堂位，然后就是都没办法看到。哦、真的，我们班很精彩。我那时候真的很想看，就是创意进场就是美班，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那时候要准备东西的时候，就看到很多班级就是有变装。真的。就是看到学弟班，对，一二年级都有，而且是就连我们班那几个妹的男生，就是也被对被迫下海这样。对，其实熊哥好像还蛮喜欢玩男扮女装的，对，变装。然后学弟妹就是学弟吧，其实还蛮让我惊讶的，就是很多人选配乐选少女时代的歌，然后就一大堆男扮女装的角色，然后还有科学班吧，他们扮的、哦、对。对那个太就是好像是扮美人鱼吧，然后就五六只，然后就很妖艳，真的还蛮惊讶的。他们应该来就我们社团来实习一下。对啊，我们可以教他们化妆，对，穿假发。嗯，而且他们的假发真的是、就是、超美的，就是对，然后还有红色跟黄色，对，就很亮眼，超多颜色，然后就很夸张，我就觉得自己老了吧。但是我看到的时候还蛮感叹的，就是我们当年没有完成那样。
真的。就是没有带到杂饭，可惜。其实我还好啦。对。嗯，然后对啊，创意进场其实除了变装之外，还有一段短短的介绍词。那每一班的介绍词大概都要跟他们的创意进场相连结。像有一班还蛮厉害的，那好像是德文班吧。他们进场的时候就拿了一个非常大的德国国旗，我看了一下，那个宽大概有3-4公尺，然后长大概1-2公尺吧，就对着那个校长那里。然后他们的那个自我介绍，那个班级介绍词就写那我们要恢复日耳曼民族的光荣，一副就是希特勒在世的样子。为什么是日耳曼？对，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其实德文班吗？对，德文班、嗯、日耳曼对。可是就哦，对，我记得那时候还有很多，不是很多啦，就有一个学弟班在要求就是类似冷气，然后还有一个班是要重翻奶茶日，其实还蛮惊讶的。就是你是说在就是创意进场的对，然后就在校长面前做这些，好勇敢、啊，真的很扯。对，那个时候除了我们校长，还有熊女校长在场，对，都吓到吗？一大堆官员，应该很尴尬吧？就是好可怕，而且那个没排过，所以其实教官也不知道。然后其实我们在下面看，其实还蛮惊讶的。嗯，真的。对，我印象非常深刻，除了那个日耳曼的之外，还有一个。二年级那个科学班呢、啊、非常厉害，他的那个介绍词竟然还要挑战司仪的口技。有吗？有，就是那个他就叫司仪那样念，补刺客打刺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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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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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然后还新科四情网的故事，这个很厉害。补刺客打刺客，对，刺青王，这个还蛮好笑的。太厉害了，他还弄了一个黑板，就请给司仪热烈的掌声。可是那个司仪又看不到那面，其实。啊，其实我在对我那时候的 always 是这样。司仪看不到，同学看得到、啊。对啊，反正就对了，很精彩。然后，哇、哦，好好，你们都有看到，都错过。其实我那时候在后面准备摊位。其实那时候看着看着，就是还蛮羡慕准备摊位的人。因为有的就有一些些班级其实还蛮空虚的，就是走过去而已，对，类似那种。对，哦，我还记得我们去年真的很瞎，他们去年就是直接把扫把拿来当枪，有没有？然后就是大家都变成那个 CS。 你说你们班吗？对，去年哦，那个真的是惨痛。我们班去年就也还蛮可怕的，我们是穿热裤然后加裤袜，然后在校长面前跳舞，其实还有点不堪回首啊。我们班去年其实也还蛮空虚的，就是一大堆人还是穿着垃圾袋然后就出来跳舞。为什么好像都是垃圾袋？对，好喜欢垃圾袋的班级。我哪知道啊，就是反正就是我们班会的时候开会，然后说要穿什么衣服，然后一个同学就说垃圾风了，然后大家都通过了，垃圾风就垃圾风吧。对啊，好好，就我们准备礼服准备超足。你们比较用心。对啊，